你好，伊森，你今天好吗？你想和我们一起吃饼干并学习数字吗？太棒了，到该吃零食的时间了。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哟呼，伊森，你这个淘气的孩子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零，太棒了，伊森，你学到了这么多的数字。哟呼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哟哟呼，回头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嗨，伊森，今天你好吗？你想学习数字并和我们吃糖果吗？太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我们吃红色的口香糖球，伊森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真棒！
现在让我们吃蓝色的口香糖球，伊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还剩下什么颜色的口香糖球啦，伊森？嗯哼，黄色和绿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，伊森？黄色，让我们一起数，伊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这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零食，伊森。现在让我们算算还剩下多少口香糖球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哟哟呼，回头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哟哟呼！嗨，伊森，你好吗？嘿，伊森，你今天想帮我们收集数字吗？呀嘿！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嗯嗯，三，哟呼，啊，啊哈，四，哼。五，伊森，你必须跳得很高才能拿到这个数字。啊哈。六，哦，啊，干得好，伊森，你这一圈开得棒极了。今天还学到了这么多的数字，让我们复习一下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下次见，我的朋友们。